哎，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？哎，别提了，他最近老犯愁，看来是遇上难事儿了。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。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，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。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，愁的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有的时候啊，还唉声叹气的。 像丢了魂儿似的，看来这事还不小啊。李九大哥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去看看他吧。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，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，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。是啊，九哥，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。好，哪天抽时间，我过去看看。 那就多谢你了，崔团长。啊，路上多保重啊！太白院，我不在岛上，这围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好。李副官，到，过来一下。是。 团长。嗯。 我不在道上，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。是。盯谁，团长？混蛋！我说谁你不明白吗？特派员，晓得了？晓得，团长。去吧。弟兄们，报走！车呢？哎，刚才还在呢。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。人呢？对呀，人呢？胡闹！老洪，你先别急，也许方林嫂她……哎，不在那儿呢。哎呀，方林嫂，看你这装扮，像去要打仗啊！说对了，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。瞎说啥呢？车呢？我没瞎说，让我一块儿去，我就把车给你们。 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是去谈判，再不走啊，时候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，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？我也参加统一战线，行不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，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？说对了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，我心里最清楚，他就是个墙头草，两面三道。你看，你又犯糊涂了不是？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。好了，老洪，方丽嫂，我们欢迎你参加。啊，真的？这样，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。行。嫂子出马，一个顶俩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车呢？嗯，快出来吧！咦。 是他，蓝天，亮子哥，你咋来了？哎，这，亮子，车快点。好的，驾。都怪你，把时间全耽误了，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。哎，驾。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？是他请你们去的，让他等着。就是，真拿你没办法。驾。驾。 大哥在哪里？客人来了也不是出来接一下。哎，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。啊，大哥，贤弟来了。哎呀，无敌请，无敌请。哎呀，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。来来来，无敌请。刘大队长来了没有？来了来了来了，请请请。好，刘大队长，柜子别动。 崔团长，幸会呀！高进斋，你个狗娘养的，你诓老子啊！算老子瞎了眼，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！兄弟，真对不起，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现在哥的确已经……呸！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的部下？呵呵，崔团长，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？告诉你吧，这个时候。 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。头一次谈判，咱就迟了，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。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快到阳极的时候，你们就得回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。哎哎，大队长，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？行行行。 亮子啊，再快点！好嘞，坐稳了啊！驾！走，快点！带进去！好你！大哥，在家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什么人？远房的亲戚。啊，赶快进去！不许开枪！来，关门！老实点你。好了，到地儿了。 你们回去吧，哎，路上小心点啊！不行，大队长，我们不能走。哎，我想来想去，这事还是放心不下。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。嗯，不是说好了吗？咋又变卦了？你想啊，你们俩一个政委，一个大队长，万一有点闪失，游击队咋办？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，我们两个先过去，没什么事，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。政委，你说是吗？ 老洪，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！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，让他们去吧。哎，你们去了，千万要小心。嗯，放心吧，走。兰妮儿啊，当心点儿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？听红杏说，大哥最近心情不好。 一直在犯愁，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啥事也没有。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。今天呐，啥话都不说了。改日啊，我一定请你吃饭。哎呀，很抱歉，我今天呀，的确是不方便，就不留你了。大哥，嗯，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，嗯，不管遇到什么难事，别不好意思说啊。哎呀。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啥事儿也没有，啊？今天就这样啊。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，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。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哼，我还就不走了。 哎呀，兄弟啊，你放心，我真的没什么事儿，只是今天……好吧，改天啊，咱们好好的叙叙。哎，大哥，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为了朋友，我可以两肋插刀。嗯，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，那就是瞧不起我，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哈哈哈哈哈。 哎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老实点。兄弟，你误会了，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。可是今天，兄弟，听我句劝，赶快离开这儿，快走，快走。 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好，好。哎哎。抓住他！哎呀，追！追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快呀！快！快！大明嫂，你们出事了！不许开枪！不许开枪！哼！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，这可咋办？兰妮儿，你盯着，我回去报信啊！我先走了。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。崔团这帮人，咱们是不是先把他……哎，再等一下。政委，他们去这么半天了，也该回来了，不会出啥事儿吧？啊，我看咱们别等了，直接过去吧。哎，亮子，先别急，再等等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，王指导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咋了？政委，大队长，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，听到了枪声，好像院里出事了，里面打起来了。 那兰妮呢？啊，我让兰妮盯着，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不行，老洪，现在不能去。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，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。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。洪哥，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？我看这样行。宋伟先生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他们不会来了吧？您看，立即。 把他押往临城。快走！快走！临城你看住！洪哥，洪哥，兰妮儿，情况咋样？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。啥？有多少人？20多个。20多个人。政委。 我们绕道堵截，设法营救崔团长。好，方领导，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，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。是。走，走，走。哟，李九大哥回来了。九哥，你回来了。 九哥，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？是啊，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？他家没什么难事，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，我是爱莫能助啊。九哥，那怎么行呢？你得帮帮我姐姐呀。九哥，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。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事。 今天是中秋节，我得去准备准备啊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，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！崔团呢？让飞虎队救走了。 那么，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？宋伟的人太少，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，才救下宋伟先生。哎，好，赶快去包扎一下去。哎，走。彪子，哎，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的。 好啊，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，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！老爷，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？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，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，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。哼！ 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，他能把我怎么着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没准啊，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！来来，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，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，决定接纳你们。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，守好微山岛，绝不允许飞虎队登岛一步。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？ 老子不干了！啊！谁要是不服从，他就是下场。你别莽撞！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。景斋。哎。 杏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？你还说呢？你答应我过2天就来看我的，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。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，所以才赶回来了。哎，杏儿啊，这2天啊，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，没顾得上。景斋。 你告诉我，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，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？没说什么呀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李九跟你说什么了？他什么也没跟我说，他只是告诉我说，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，别人帮不上忙。景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 你有难事，你要告诉我呀，杏儿啊，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，真的解决了吗？真的。管家，老爷有何吩咐？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。是，崔团长，好好养伤，好好的。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，静养10天半个月。 就会好的，你们呀就放心吧啊！那让先生费心了啊！好。朱保长，哎，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，没问题啊！老黄，让崔团长歇着吧。走。朱三儿，咱可说好了，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收了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坐下喝口水吧。 哎，方丽嫂，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，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。这么客气干啥？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。哎呀，你这……红哥，这事儿啊，你怎么感谢嫂子啊？这干啥呀？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。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。嗯，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？送给你吧。来，给我看看。 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，我也加入了队伍，再送给我吧。这次行动，我们不费一枪一弹，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，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，解除了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，对此，山本将军极为赞赏，特通电嘉奖。嗨嗨！可是大佐阁下，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？啊，很显然。 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，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。崔团长逃脱，刘红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。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，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。松尾君，你怎么认为啊？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望以待。 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，撕破了大网。我对此估计不足，我愿对此承担责任。哎，你们二位都错了。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，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。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。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因此，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，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。司令官阁下，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？请讲。我请求，在彻底消灭飞虎队、抓到刘红之前，我不佩戴任何勋章。好。 我接受你的请求，谢谢。你们二位功不可没，尤其是高静斋先生，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，在此，我向你当面致谢。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大佐阁下言重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。 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，高静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。是。高某才疏学浅，定尽微薄之力，不负众望。嗯，严铎，你好像有意见。 严铎不敢说吧，你有什么委屈？松尾机关长，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，你是金口有过承诺的。事成之后，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。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。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，他是临藻地区的最高长官，我只能服从。他高静斋手无寸功。 凭什么占我的位子？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？你们赏罚不明，我不服。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为什么不让我说呀？我就要说。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，没有我提供的情报，没有我做内应，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？哼，放肆！嗨。严多，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。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，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。 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。嗯，啊，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威山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，我们还要打回去的。 我们装备精良，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。可是，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，能打赢吗？美惠子小姐，你要记住一个道理：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，而不是武器。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？现在都3年了，你又作何解释呢？哎。 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，你们几次占领爆竹固，又几次退出，我们不仅没被消灭，反而更壮大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因为我们有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，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，而你们呢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、聋子。回去告诉山本将军，他是历史学家。 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。中国近代屡遭侵略，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员都准备好了啊，美惠子小姐，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，由他护送你下站。谢谢，长官。 如果没有战争，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，还有我，很可能成为朋友。你足智多谋，知识渊博，让我钦佩。中国人说“大人有大量”，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。那你说吧。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，叫田中，今年20岁。 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。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，我将十分感激。美惠子小姐，你很会说话。这样吧，你可以见他一面，只要他愿意跟你走，我不反对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。中华民。 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，请指示。好好。田中，到，请你过来一下。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，他想带你一起走，你愿意吗？首长，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，可以吗？你说呢？啊，那我们到那边谈谈。可以，你们去谈吧。啊，谢谢。什么？你不愿意走？是的，这里很好又安全。我要是回去，只有死。啊，田中，你放心，你回去不会有事的。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。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。说实话，我讨厌这场战争。 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啊！你敢指责天皇？他既然做错了事，就应该受到指责。啊，田中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？姐姐，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。在临城，在枣庄，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：剖腹、砍头、挖心，惨不忍睹。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？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。 而他们自己吃粗粮，就连他们的张司令，他也吃粗粮。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。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，坚决要求同甘共苦。山里来了命令，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，以后等待时机出山。 再开展湖边斗争，好，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。嗯，你准备一下，待会儿派人来接你。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。哎，咋了？有行动啊？要走了，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。另外，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。是啊。哦，走了。哎。 哎呀！傻样，样子哥，我不想让你走。 我也不想走，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，要服从命令。再说，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呀。可是我想你咋办？咋办？这不是有照片吗？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。照片有什么用？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哎，你就忍忍吧。 在家不要到处乱跑，多帮方玲嫂干活啊！嗯，亮子哥，你会想我吗？傻瓜，我能不想你吗？你要是想我，你就叫我的名字，叫3遍，不叫10遍。我就是叫100遍，你也听不见啊！听不见你也要叫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叫，我记住了。 小波，哎，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？都带上了。嗯，老洪，嗯，大队长，我们在前面等你。啊，去吧，走。哎，嗯，啥事儿？这说走就走了？这是命令。啥命令啊？你的伤还没好利落，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？我的伤已经没事了，方玲嫂。 养伤这段日子，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又来了，别说这些客套话，我不爱听。啥时候回来？眼下，小鬼子和蔚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，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，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。大概要多长时间？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，估计。 时间不会太长。那你走吧，我走了。老洪，包里有草药，你要记着吃。嗯。天凉了，多加件衣服。嗯。你要多保重啊。张司令，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，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。哎，真是太好了，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呀！来，坐。哎，小赵，到，把我的宝物拿上来。是。啊，来坐。哎。 来抽烟，这么好的关东烟，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。来，张司令啊，有两样东西小气的很呐，一样是枪，一样的就是关东烟。首长，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。小波，到，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。哎，来。 卡的门，还有大前门，这么好的烟，你们平时就抽这个？小鬼子送的。哦，张司令，尝尝吧。别动，这么好的烟，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？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，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。啥？毛主席？毛主席还抽这烟呢？是啊，大家坐。哎。 同志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，吃的是黑豆杂粮。主席的烟瘾大，烟叶抽光了，就抽树上的叶子。哇！哎呀！ 真整齐呀！啊，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？咋不能睡觉啊？洪哥，睡完了咋收拾啊？睡完了收拾好了，这叫整理内务。整理内务？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。每天早上起来以后，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，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整齐划一。 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也太麻烦了，俺不敢睡了，俺就抱柴火去。哎，回来，动不动就抱柴火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八路军了，要想当好一个兵，不光会打枪放炮，还要学会整理内务，啊，以后啊习惯就好了。来，哎，报告，咱们进来。哎，哪位是刘洪大队长？我就是。 报告大队长，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。小坡，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。哎，白灵同志，坐吧。哎，请坐。好。黄二喜，倒点水。哎，这个家伙。小白同志，请喝水。啊，好。啊，你是王强吧？我。你看他的熊样，他能成了王强？哎，那你一定就是鲁汉。你认识俺？鲁汉、林中、彭亮，你们可都是大英雄，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。小白同志，你听说过黄二喜吗？ 王二喜啊，我就是啊！啊，听说过。啊，刘洪大队长，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？他就是。白灵同志，你就是王强。敬礼。我还以为啊，你是伙夫呢。啊！干过。 白灵姐姐，给，啊，谢谢你啊，大队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坡，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《铁道游击队之歌》啊？行。我听说你懂音乐，还会弹琵琶呢。会点。哦，对了，我觉得你那首《铁道游击队之歌》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。哪两句？ 就是那两句“飞身爬上火车，忍受着强风的吹打”，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。哎，我说白灵同志啊，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，政委亲自改的，你说不生动，那你说咋改啊？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。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。 爬上飞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。车站，哎，队长挺顺的，这句改得好。白灵同志，谢谢你啊！同志们，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。首长好，首长好，大家好，你们都认识了吧？啊，认识，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嘛，就是。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啊！政委，这就是你的部队了，你咋不告诉我们啊？政委，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！哎，都对上号了。哎，张司令，那我先去准备了。哎，好。小坡，你跟我一块走吧。大家好好休息啊！一会儿会餐啊，会完餐呐，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。 啊！哎，司令员，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，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？哎，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，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？需要一个连呐，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，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！1年多来，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，你们没算过，可我算过了。 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，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。像骑上奔驰的骏马，车站和铁道线。